大家晚安，我是吴戒，那欢迎收看房导单元，且看一下。今天的节目会比较特别一点，因为今天要访的是小朋友的导哦，而且呢会一次介绍两位小朋友的导。那为什么这期会介绍两位小朋友呢？因为我在访问的过程中发现两位小朋友有几个共通点，所以呢我想要放在一起介绍，只是我会分成上下两集，下集呢则会在下周二上传哦。刚有说到这次两位小朋友呢都有些共通点，那第一个共通点呢就是两位都是来自香港的观众哦。那第二个共通点呢，其中一位是12岁的小男生哦，那他说他开始玩动森是因为可以跟妹妹一起玩。那另外一位呢是11岁的小女生，她说她会跟哥哥一起玩动森哦。我都怀疑呢这两位该不会就是兄妹了，如果真的是的话呢，请在留言区跟我说一下哦。那我先从12岁小男生的导开始介绍好了，他叫做 Max， 来自香港。就像我刚说的，因为他可以和他妹妹一起玩，所以开始玩了动森哦。他的岛屿摆设呢是想走城市风，那他喜欢的动物居民呢是小任、香草和蓬蓬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小朋友们的岛是什么样子吧。第一次放那个小朋友的岛，我自己都很紧张哦。Pokémon 岛，他的岛池也是宝可梦球耶。然后他有做铁轨跟马路，看起来真的是很城市化。好，我看到他了。嗨，哎，他的打扮是那个小智吧，真心镇的小智。我今天呢也有准备礼物哦，我今天的礼物是那个薛格的海报。今天再请多指教啦。哦，他也有准备礼物哦。那这次呢我就先拆开来看一下是什么。又来，每次都会发生这种状况，学不乖。哦，是妹妹的海报耶。谢谢，这个我没有，开心。好的，接下来就要请 Max 来带我参观他的岛哦。停车场，机场外面就有一个停车场，而且是黄色的，看起来是计程车招呼站哦。台湾的计程车是黄色的，我不知道香港是不是，印象中港片的计程车是不是深红色的。我来看一下它岛上的地形跟它的居民哦。它有小任，其他都是我自己岛上没有的。往上走一点呢，它这边有一间小小的音乐室哦。那它还很贴心哦，竹鼓是放在桌子上的。像我在我岛上呢，是直接丢在地上给动物用的。哎，彼得哎，可爱。他在沙滩这边呢，有摆了一些度假风的家具哦。嘿，这样彼得就入境了，在这边拍照、晒太阳的地方。每次来房岛啊，天空都会有那个飞机云，因为我刚搭飞机过来嘛，那拍天空都会非常的漂亮。他这边有一区 DIY 自助区哦，超有心的。我原本自己岛上也有做一区这种东西，但是后来呢我知道那个西施会他会扣你岛屿的那个分数啊，就没有办法提升星数，所以我后来就把它撤掉了。这里有只青蛙山姆，山山山姆好像第一次遇到的样子。运动场，这看起来像是那种社区的健身房，社区型的健身房，像小小一间的，然后有一些简单的设备。它这个花是不是想种成宝可梦球的样子？看起来，哎，等一下，它这里有那个抓娃娃机，哎，那边有转蛋机，哎，这个超赞的。
欸，怎么有办法做成这样？它是用那个唱片箱然后去做的。哇，这个转蛋机上面还写着那个棒代万代公司出的公仔哦，这个设计很有趣啊，大家都可以学一下哦。雷拉大姐系的企鹅很特别，企鹅大姐系的应该只有这一只了。哇，宝可梦球造型的壶，哎，欸，可以挖这样子很厉害啊。哎，欸，他有很努力想要贯彻，就是这个是一个宝可梦岛哦。湖上面有一个楼梯，来跟着他走上去吧。哦，这里是什么？他换了一套海盗装哦。那旁边呢？他放了几个木桶。上面这边也有一个是海盗的横木桶，海盗船。原来这是海盗船，哎，欸，很有想法哎，欸。他在这个岛上，然后挖一个池子，然后在上面自己做一艘大船哦。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坐船嘛，就只好用这样的方式来造一艘船。这真的是小朋友才会有的那个想象力跟创造力哦。哎，欸，他换成鲁夫了。所以刚才那一艘是黄金梅利号吗？好，在上面这边呢有一栋房子，哦，看起来小小间的房子，哦，来进去看一下。哦，这里是酒吧，酒吧，12岁的小男生做酒吧，但是呢，你在这边呢只能喝果汁吧，喝果汁跟牛奶。跟小新一样，不过看得出来呢，他岛上的东西，他的家具啊，应该都是自己努力收集来的，很有那种秘密基地的感觉哦。这里湖的左边，这里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板，那两块感觉好像是缺了两条木板哦，陷下去。公园。哇，它公园的这个地板好特别哦，看起来是那种PU 材质的软垫哦，很适合小朋友玩的公园哦。我给他拍个手，我喜欢这个地板，这地板很赞的，超适合公园的。虽然大家都会做公园，但是目前仿的岛，大家公园的地板材质都不一样哦。那这个材质呢，是我看过应该是最安全的一个，哦。公园上面呢，这边它有一个棉花糖的摊贩，那上面有一个小火车，它有做一个小的轨道，火车轨道。那走上来呢，这边是露营地哦，看起来超级适合烤肉的啊，这里，城市中的烤肉区哦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。温泉区。12岁的小朋友对泡温泉的体验不知道是怎样，因为我自己本人呢，因为我住宜兰嘛，那宜兰就是礁溪温泉嘛，那我小时候呢会去泡温泉，就是台风天，然后台风过后，那时候我们家里都会断水断电啊，就停电停水，然后我爸就会开车载我到礁溪去泡温泉了，要不然家里没办法洗澡。所以我小时候对温泉的印象就是，台风来的时候才有办法过去的地方。这里应该是他的家吧，黑黑的，看起来很酷。欸，他房子旁边摆那个太阳能电板，欸，太酷了吧，好适合哦。原来这个电板放在房子旁边才是合理的，哦。我的家，哦，他大厅那个有用那个楼中楼的地板设计哦，这样看起来就是有两层楼。街头涂鸦风的壁纸，哎，欸，这个房间的电视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电视可以这样放？哎，欸，太神奇了吧，这是 bug 吗？
这是怎样？你们有人有试过这样放电是吗？刚才他的脸透过去，我也要。你看，我直接被卡在那个电视里面了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？怎么会发现这种东西？电视直接穿过我的身体跟我的头，这好好玩哦！这是厕所、洗手间。他对不起，我想吐槽一件事情。他在厕所用这个地板，你看旁边有一块污渍哦，像不像大便？就在马桶旁边哦。很适合，很适合，但就是看起来有点脏就是了。化妆间，化妆室跟化妆间，所以这里是真的化妆的地方。它有放衣柜吗？没有衣柜啊，都是化妆台。好，这真的只是化妆的地方。要换衣服的话，从这个保冷箱里面换。楼下这里看起来是厨房，对，厨房。那在这边。料理，然后旁边呢就可以吃饭哦。可是他只准备了他自己的座位哦，我没有办法陪他一起吃，他没有招待客人的椅子。楼上这是最后一间了，白巧克力墙跟巧克力地板。那他这边有一套完整的。猫咪用品哦，猫跳台、猫砂，然后宠物睡觉的地方跟猫草，猫的房。那 Max 你自己睡哪里？猫的房看起来是整间房子最大间的，比人住的地方还要大间哦。火车，它这个火车很酷哦，我之前在日本网站呢也有看到。人家在教学怎么组这个火车，他前面就是放这个烟囱嘛，然后中间放那个摊子，然后用那个花车呢当成轮子哦，他是直接这样组在这里给大家看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放在比较远的地方，就是隔着可能一道比较粗的河哦，比较宽的河，那你远远看呢？它就是会变得很模糊，那看起来就会像是一台真的火车。这里是动物的算是住宅区了吧，动物的家都在这边，给动物休息。它这边放了两棵树跟几个矮丛哦，的确感觉动物就是会坐在那个水边那边。这边呢有一个楼梯可以上去哦，跟着上去看一下。哦，他的狸猫商店盖在这里，所以这边哇，等一下，呵呵，贩卖机上面为什么放了两箱的现金？没有钱投贩卖机的话，请拿这边的钞票。然后这边看起来就是比较都会的地方，还有咖啡，对，这里应该是小型的咖啡厅、咖啡店。播放的音乐呢，跟小润家的是一样哦。小润咖啡店，那咖啡店旁边呢有这个游乐场，电子游乐场哦，游戏室。所以香港那边是讲游戏室吗？我是不太清楚，请香港的朋友告诉我。刚好趁这个机会呢，来学一些香港的用语哦。这边还有路可以上去哦，他这边也有做那个大家都有做的那个，他的房子在烧哎，因为有看到他后面应该是有放那个吹火，这个太棒了，这太棒了，我好喜欢哦这个，
怪兽在下面破坏这样，然后房子就烧起来。这个我一定要把它搬回去我的岛上用，我岛上也要做一个这个，这个太赞啦、没有理由不用一个、那它旁边呢有做一个沙漠区，然后摆这个金字塔跟人面狮身像、哇不行，我现在心情还停在刚才那个怪兽区上面，我现在心里想着就是啊，我等一下回去要用一个可以看星星哦。他这边有做一个观星台，就坐在他的那个游戏场的上方，这边看星星看烟火。我刚刚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这块海滩让我察觉到一件事哦，就是我发现他的地图跟我的地图长得太像了吧，就是跟我岛上原本的地形根本是一模一样很类似，超类似的，所以我算是跟他同一个那个地形开局的、好啦，那 Max 的岛已经访问完了，那我现在来找他岛上的动物们聊一下天哦。蓬蓬，他刚才那口头禅是怎么一回事，你们听一下。不不不不不，欧连发哎、小润，他最喜欢的小润哦，他的小润是不是穿着浴巾啊？虽然小润呢，常常就是会说，他其实比较喜欢裸体之类的。好，感谢 Max 哦，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呢就到这边啦，那我们先将现场交回给摄影棚哦。 Max 的岛呢有很多创意，是我访问完后啊，身为一个大人哦，让我有很多的反省。像那个海盗船啊，他就挖了一个小小的岛中岛，再把它布置成一艘海盗船的样子，这种想象力跟创造力啊，也许以前的我也有过，但是现在我根本就不会去想到要用这样的东西。再来就是那个怪兽暴动啊，让房子烧起来的那边哦，我决定呢要偷学一下，用在我自己的岛上，我太喜欢那里了。那上集的影片就先在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在下集的影片将会拜访另外一位11岁小妹妹哦。